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个 Moverdy 去了哪里。如果你喜欢看，记住给个 like， 给个 comment 我啦。今天这个 event 就在多伦多，在 York Field Village 的。非常之有意义，因为呢这个是香港旅游协会啦，它就由5月30号至6月28号呢，它就这个展览在这个 York Field Village。個 title 就係 Beyond Borders, Reshaping the Ordinaries of Hong Kong。咁中文咧就係超越界限，從香港入常。嗱，如果我啲中文差咧，就希望大家見諒，因為我真係淨係三年班嘅小學嘅啫。當代非遺展覽，咁啊呢個係25周年紀念啦。咁啊，佢 basically 係。展覽一啲好多香港展覽嘅 artwork 嚟到呢度咧，係推廣香港啦，同埋去俾一個機會所有嗰啲香港嘅畫家啊、creative 嘅人啊，一個機會咧去 showcase 展覽佢哋自己嘅製作嘅。譬如呢個咧個作品叫做《彩色香港 Artwork Colors of Hong Kong》，咁你睇到其實幾得意嘅，一個好似迷你嘅衫啦，同埋有翼袖啦。咁咧呢度就係長衫，咁咧我自己本人咧就好中意呢一個個龍頭啦，或者 Dragon Dance Line Dance 啦。咁啊，通常我知道咧，通常嗰啲頭咧係黑色啊，或者藍色、橙色嘅，這個就比較特別嘅紅色嚟。咁啊，呢個就係扎作技藝，就係 paper crafting 啦。所以佢 basically 好多唔同嘅art 嘅，即係又有紙啦，又有唔同嘅。製造呢個 lines 啦，又有一個好特別嘅，我想話俾你聽咧，長衫。咁我有一個咧好特別想話俾你睇啦，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。嗱、啊，這個、呢個咧真係好有代表性啦，因為香港所有嗰啲信箱咧就係咁樣噶嘛，係咪？咁啊好，尤其是好多唐樓都係信箱。咁啊呢一位作家咧，佢就用咗 galvanized iron product making technique， 就係白鐵器具製作技藝嘅。咁啊，呢位畫家藝術家咧，就係、